第二棒结束了，所以这个我们讲名次又变化了。是，对，没什么太大变化。最后一名是，是，不是我们了，是明杰，现在是变成张温琪了。哦，进入，陈浪成，好不好？然后吴宇轩他们往上爬了一个，因为跟我们同一队。对对对，拉太快。石妹跟大天刚刚是第五，对不对？第四，好，往下掉一名。范林君跟马力欧刚刚是第三，嗯，你要掉到第五。对，落差不大。哎呦。 所以后，所以现在你看看，哎，我们原本第六，你原本第六，他们爬超高，哎呦，最后我所以现在你看看，哎，我们原本第六，你原本第六，第三了，凯西原本是第一，像变第三，真的，真的，曾国成艾尔比呢，表呢是第五，对不对？第六，并列第二了，并列第二，哇，哇，掳走了，哇，厉害，第一名跟最后一名差九分呢，差九分，真的，我们好厉害，对不对？怎么样，我们都不会被惩罚了，真的是我人生巅峰了，哪个你要委屈表情？我来，巅峰来没拿过礼物。 没拿过礼物，靠你了！水水水水都不会，吐口水喷口水，就会，不要这样，口水。来来，进入下个单元，我们是慈善团体。好了，最后一个单元了，好，我们是慈善团体。 小姐，这个现在我们的战局的变化，变化应该不会太大。怎么这样？徐乃麟、曾国成、徐凯西，你说还有什么变化？这一段很关键。我们可能要往上。有个人在。变化可能就我们三个，对不对？对。可是我们后面，后面就是要这样的变化。其实我们的分数很接近。你不要这样。 其实算团体，我们算OK的。对对对，我觉得你很厉害，我OK吗？真的吗？我觉得很厉害。还真的假的？他这个，你说我跟你讲，只会差那一两分呐，你知道吗？只差三分，险胜不够哎，不够，险胜一分。你今天可以反败为胜到第一名，我给你两万。有机会，你会，差九分，差九分，那我也要差九分太难，那当然啦。 那我们那三组就要来抢夺第一名，可以获得我们的气压温感手部按摩机，还有点阵穴位按摩眼罩。太好了！我们现在讲一下计分方式哈。我们 round one 呢，我们是团体战，是分成两边哈，一样的。好，每回合是派五个人，好，限时就两分钟。好，五个人两分钟，我们快用完了。对，好，啊，就完了，好不好？ 这重要了，个人组个人小组赛，这个就攸关排名。所以小组赛我们有可能变第一。对啊，你低啊就给你了。不要，你低啊就给你了。不要，不要，不要，这个我要，一定要，眼睛的那个很好。来，我想要，什么意思？不要，不要，不要，我要，不要。 要拿粉丝，要拿节目这样跟我，跟我，对啊，跟我揪，跟我揪，我觉得现在这样揪我怎么回答？女生不要习惯这样跟男生在讲，不要这样子的，好，好不好？有赏就有罚，是啊，最后的两名，好，我们要抢，两个都是反的，要，抓最后两名的，我们要抢，这样，那我们同一个，意料之中的嘛，我们有三名啊。 怎么样都弄不到我们第四名，差一分而已哦，我不信哦。来了，我们现在这个 round one 团体赛来分队哈，好，一样八个女生代表，好，抽签，好，八个女生哈，幸运之手，幸运之手，抽到生母的是一队，育母的是一队哈，抽到生母，生母，来猜拳，哇，来决定清空，哎，我们这队好像蛮烂的。 哎呦，不会赢，怪哦。嗯，那我们先示范嘛。那我们先示范吧。我们先啦。先就先，好不好？先先先预先，先打打就赢了嘛。啊，对。好，没问题。来，压力。就位。好，哇塞。哎，互相提示啊。可以提示啊。对啊，一周第一张。来，第一个字是。抽完给我。加油。两个字母。简单一点。两个字母。简单一点。简单，简单，拜托，拜托。 你要讲什么？哦，我觉得是这样玩。你们的牌运不错，第一个，这是第一个。我们的牌运不错，第一个，分，很好，可以。第二个，七，哦，七，这个应该比较容易。要不要换？不要，不放，好像可以不换，蛮多的。制作人说超多。嗯，赶快想，赶快想哦。来，准备好。
我们是慈善团体，两分钟准备。开了，夫妻，放弃，福气，放晴，放。救他、啊！汽车会排放啊，废气。福浅法器，前面有个法器，看前面。啊啊，喂，哦啊，你看到那个天空的时候啊，如果是天空，它就是会会天空很好，天气很好，放晴，对，放晴，放晴，刚刚讲过了。刚刚讲过了，放弃，讲过了。吴尊没有在停。北，那个你刚刚有停。父亲，风气，好多。房屋的。房气，摇快。父气，你摇快。父气，快。福气，讲过了。福气还有，福气有两个。有两个。我佩服的福啊，来。快，那个把钱付清的那个付清。父亲，快。方晴。方有一个艺人，方晴没有吗？那好，有一个艺人方晴，有绝对有，方晴绝对有，就救命啊！老艺人，救命啊！好像有，救他，救我，救命！一个乐器。乐器啊啊啊！乐器啊，乐器类的，乐器类的，手什么？手风琴。风琴，风琴，阿天，差不多了，差不多跟刚刚那个很像，然后但是第二个字四声，风气，对啊，讲过啦，讲过了，明姐讲，越南什么，风琴，哦对，越南对啊对啊，飞起。飞禽可以啊，飞禽走兽，对啊，快，法器，没讲到，还有发球，分区，放球，付钱，哦，发球哈，发钱付钱，发球啊，对，发球啊，发球，我是这个活动的发起人，发起，好多呢，发钱很多很多，你还少了八分以上，浮浅，有讲过了，讲过了，那他们也答不错啊，还是很强，十七普通了，吴尊，因为以简单的题目都拿来救人了，卡了，你们起码应该答25分以上，可惜，因为这题目很简单哦，更少嘛，来勾手交换，来。来，请抽。加油，抽个好牌。不能换嘛，对不对？两张，不能换嘛，三个让可以换一次。各一张，两声打很卡。轮到那就换掉。这样，团体的玩两万吗？喝可以，简单。嗯，然后恭喜你们。怎么了？换日的。对。要换掉。很多。来哦。不要换，听制作人的，不要换嘛。不行，换了，四、三、二、一，因为喝能配得多啊。抽，吃，多了吧？多了，一定换了。喝吗？啊，一定换了。好了，好了吗？确定没有？喝吗？喝吗了？想了，他们都想了。喝吗？确定啊？好了，也要去啊。我们是慈善团体，加油！两分钟计时，自己想自己的来。海面。后面换毛，好吗？后妈，好吗？后妈，换毛，换毛，胡麻，胡麻酱，胡麻，很好。再来，继续。喝吗？喝吗？啊，黄梅，黄面，那个什么皮鹿，黑面，很好。黄母，黑米，黑米就是紫米，黑米。来，再来，黑面。讲过了，黑面讲过了。那个我刚讲那个是大海面，再换一个字，第一个字换成你打牌，他讲过海面了，讲过了，打牌会怎么样？会怎么样？炸胡，对，就是你赢了，那叫什么？你怎样？你赢？自摸啊？不是啊，你自己不要打牌，你别人打牌，你赢那个一个字胡，所以是什么？胡面，对，第二胡面呢？对啊，哦，胡面呢？哦，换命，换命，什么叫换命？我跟你玩命啊，换命啊！我跟你玩命啊！那你看那个，我们开车 Uber 有没有？他会说在一个地方上车，那个东西叫做什么？什么处？上车？坐？对对对，你跟他约好了要对，你要在那边载他。地方叫什么？第二个字
是饭的相反是什么？面。对，所以是，然后第一个字是张琪什么？烩，烩面，烩面，烩面。对，好，烩，荒谬，荒谬，幻灭。来，大声一点，大声一点。荒漠，荒漠。很好，非常好。胡蒙，胡蒙很好，非常好。幻，胡妙。来救他救 Amy 如果 Amy 讲过了讲过了你很你很人家会问你什么在话好你好命好命好命漂亮花名花名有花名花名在外花名花名在外20吧有二十吧有哦二十刚好应该有20吧我刚好亮灯才讲还好可以可以和睦啊河马海马护木我们这个跟他们那个一样简单其实也是25分太少了但是你们用掉了一个了啊哦换吧哦待会他们就不能用那个字的哎呦抽到鱼好不好哎呦哎呀OK OK OK 棒棒他赢3分我们准备换可以可以来攻守交换我们刚才那个花名没有压，没有压线是吧？没有，因为亮灯，亮灯才讲，亮灯才讲。哦，这个不错。哇，那差两分。59分了，没事，没事，我们还有一次机会。我的妈，好险！啊，第一个字，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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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要换了，要换了。第二个字，好一点。换第一个，我们还有，我们把它用掉嘛。这个完蛋，对，用掉。我们也是在这一 round， 给他个日吧。不要，哎，简单好一点，呢？应该不可能是滋吧？应该不可能是滋吧？滋泼很难哦，干嘛强调？那那不多哎，那是不是那其实不多对吧？都不多，很难，都完了，应该比滋多一点点吧？这个配合还是剪刀石头布？好了，觉得那吗？那那泼准备，实战团体2分钟 ready， 牛泡，奶泡，牛泡，娘炮，娘炮，对，牛皮，漂亮，那个你那个奶奶铺，女仆，对，我的相反，另外一个性别，男，对啊，讲啊，他刚讲的，他刚讲的讲什么？男仆，对啊，奴仆。讲过，我讲过，奴仆讲过没有？我讲过，我再讲过。没讲，你讲那个，你讲女的相反呢？他讲啦，慈妹也讲啦。女的，他是男的。老爹很棒。等下，等下。啊，等下，等下。哇，怎么？哇，完全卡住了。来救，救他。等一下不多哈。啊！卡了，卡了。你啊，这个抽到这两个。好，你们帮我想哦。好。小婴儿用什么？对对对，用什么？喝，喝什么？喝的喝里面那个，像那个白色的那个叫什么？妹妹，我跟你讲，小婴儿要包什么？尿，尿。怎么？那不是，那是尿布。布的另外一种想法是什么？对，奶瓶。对啊，奶瓶。过了，过了，过了，过了就好。哪个？30秒。哪个？浓泡，浓泡，浓泡，浓泡可以，浓泡可以，浓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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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浓厉害。还有浓什么？浓皮，浓还有什么？很少啊。哇，很少。浓泡，然后最后一个字你往。皇帝穿的吗？脓包，脓包，哎，那是脓，那是脓包啊，那是脓，那是脓。你想说龙袍的？刚刚听说刚刚说的，哦，尿盆，尿盆，尿盆可以吗？牛排，哦，牛排，哦，对哈，牛排。说到呢，讲了，啊，11分，11分，好，哎呦，得11分，哎，不错，不错，不错，哎呀，这样子我们输，哎，我们输，一定要上9分呢，哎呀，没上的要上，没上的，来勾手交换，抽到很难，你先不要往下讲，看你抽到什么，好不好？对，抽到哇，来给他抽，小心哦，加油马哥，加油，福至心灵啊，选一个好牌，随便选，我要抽2宝，第二张吧，来第二个字，不能换，2宝，他的脸啦，看看第二字，希望。滋滋，哎呦，哇，
我就哇，第一个字日又来了 ，OK。第二个字哥来了，日哥啊，日哥，好了，来准备，谁呀？哥，我们是慈善团体，两分钟计时开始，来哥。那个什么？第一个就那个。第一个字就是我们身上身猪猪，我要什么提示？你这个字会想到什么？软哥，就是你有一个很有面有面，然后它是一个勾芡的勾芡的。然后第一个字是猪牛是算什么？他们要吃他们身上的什么？毛。你要吃猪跟牛身上的什么？香港也是会有的，然后勾芡肝。也可以有鱿鱼，有这个汤很浓，叫什么？浓软不是不是，所以你先听我说，猪肉牛，猪肉跟牛，你要吃它身上的什么？肉，你刚才讲到肉，你刚才讲到肉，没有我什么？你刚才讲到肉了，猪跟牛，你讲到肉了，换一个，换一个，赶快给他。香港烧腊喜欢吃的，不要比，不能比哦。啊，你在乳鸽，对，啊，人格，人格。刚刚我讲肉根，热骨，很热的地方，热骨，嗯，那个。地热骨。嗯。哎，他们刚开始输我们九分了哦。我跟你说，哦，就是你每天，然后你要去让你这个东西，就是变得跟新的一样，然后你要一直去，就是 YouTube， 如果你要上新片，嗯，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要每天怎么样？白天你会日更，对对对。可以帮我染缸，染缸我的。那个，你如果头发要换别的颜色，你要用一个东西。然后第一个字是哪个？第一个就是马哥刚刚讲的第一个字，他刚刚第一个字。哦，黏黏稠稠的。黏黏稠稠。不要比哦，比都比出来的。爱的相反。乳不是他第一个，他刚刚讲什么？我刚刚讲第一个字。你我跟我这我们两个有不伦的关系，我跟你有。也是染嘛。对。然后第二个字是爱的相反。你刷牙要用什么？爱的相反。刷用牙刷，我会挤出来什么东西？软膏，对呀，软膏，日光，哦，日光，啊，露皮。爱你入骨，雷稿。我们看重播，我真的有讲。入骨有啦，只是讲的比较有啦，我有讲啊。有啦。入股，看你入股，同意了，哇，耶，入股可以用，所以这样的评分了吧？28比28，好，平手，哇，等于没有比啊，还好还好，白玩了白玩了，来了，我们进 round two， 很激烈，等于。刚刚呢，很不幸的平手，平分。对，所以呢，我们的排名呢分数加了，但名次没变。啊，怎么会这样呢？白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搞得这么的紧张？要不然刚才徐凯欣、郑国成他名次往下拉。怎么会这样呢？你怎么会挑我呢？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选我？终于开始了。不要这样讲。没有，没事，没事。你们两个反正就在后面的三名，咱们那个，咱们轮回的。一分钟的时间而已啊，各位啊，惊恐60秒。他们两个都很强哎，惊恐，两个都强。不要再讲他强了，刚才在嗯啊啊的了。我们要捧杀他们出来，来吧，好强，好强，六十秒，来计时。在。鸡吗？是不是？那个滋滋，打牌，是自愿？哎，不是。坐月鱼啊，哦鱼啊，要不要跟你讲？那个啊，要不要你卡住？找月，你这你想要做的事情，你心甘情愿自己做。奏乐下去，自愿。这什么什么？知什么？快，知乌，人乌人，人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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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十一，好，什么什么？诗诗啊，诗诗是不是？诗诗，诗好简单啊。处事，纯。你这个人要被审判官带下去。充数和尚在干嘛？和尚。这个人吃素，吃素。好，来，还有一个张。造词没有知啊，是没有啊，造对啊，造词啊，啊知啊，造词知你有写哦，造词，好快哦，知好，60秒好快，造词啊就好了，知啊，也是知啊，也是知啊，多次啦，
主持人，那这样子的话，你刚提示的也算他们的分数吗？没关系，因为他已经很烂了嘛。他好像哎，可是我们会有意见，因为我们跟他们差没有很多分。不会啊，他们才不会，下一次才高你一分。我想你要低于四分啊，低于四分你自己，我跟你讲，你自己要检讨了。好，来四分来下一组，第七名的吴宇轩，第七名来哦，一分钟计时开始。七，下，对，没错，下，不是，你走进那个大街，然后会有什么？每好简单哦，大街，小巷啊，对，不对，我们是，冲冲冲，一分钟计时开始，七，下，对，没错，下。不是，你走进那个大街，然后会有什么？好简单哦，大街小巷啊，对啊，不对，我们吃小字，小字，小字，小字可以好，去吃切夫切刃切刃，奇人奇人奇人，鸡丝，对，鸡丝，鸡丝，对了，是啊。架飞机的技师，是啊，对啊，好吃，科之控制，控制，漂亮，非常好。干线，隆起，哇，奶奶，简单，讨，对了，对，讨，讨，逃什么？逃就跳机啊！哎呀，逃机啦！逃跳啊！逃跳，逃机应该不行，对不对？四分是不是说很容易超越？很容易哈。对啊，跳机啊！不，就是啊，四分其实是真的低的啦。47啊，多一倍8分。八分，现在排名不得了了哦。我们看到张卫琴已经上了一名喽。谢了。没事，我扛，好不好？好了，不用担心。好，我们是慈善团体，一分钟。小子，对啊，刚出过了。有洗牌吗？球，有个历史人物，许清。不用啦，那个岳飞的敌人，屈干。啊？屈干。哇，偏慢哦。鸡肋就好了。好热，很好。煮鱼。吃屎啊？他指他？吃屎。数数？哎，不不不，什么数？帅，应该是没了。对，帅车，帅车啊，还有帅车的，帅车，大卖场试吃，你会讲到帅，还有帅车，讲帅车就好了。对啊，可以试车啊。啊，得几分了？应该是几分？七分了，哦，七分了。下一组，各位。来，换了一局马玉龙，现在我们三队进行完了哈。哎呦，你们现在排名越来越上面了啊。要倒数第二。我们至少要。我又下来了。又下来。我讲四分，他绝对上不去的。四分绝对上不去的。来，准备哦。没差了，来吧。我们是慈善团体，一分钟。人鱼。什么线？鱼啊，完蛋了！鱼，念出来两个字都鱼行，鱼线。你救他！啊？干嘛？不要理。你要鱼啊，完蛋！近的相反，近圆。然后那个。走路又叫什么？走路怎么样？弯道第一个越线，拜拜。好好哦。私人的私顺
私塾，私塾，私塾。完了，奶青，奶瓶，奶瓶，奶瓶，有有有。奶球啊！奶青，奶青可以了。奶青，可以。什么叫奶青啊？那个奶，不是乳清蛋白，不是乳清，叫乳清啊。奶是奶青，是叫奶青的啦。对不对？年轻就好了。到我第二，哇，很快。翻呢，我在旁边一翻，我都知道。脏，真的好紧张。我们该不就紧张？瑞君，你太紧了。对，你那个院线一堆的。对耶。那还有月薪啊，远行。我刚刚本来想行，远行。鱼线也可以啊。雨鞋。啊。还没完。好，三分。门还是那个了。我看就应该是你们两组。好像没有。旁边休息。还没比就已经紧张，我们待会再来看排名好了。好，一分钟时间，对啊，来准备。好，我们是实战团体，一分钟。小奶，奇迹，脚，尖刺，剪彩，很好，漂亮，好。回溯，哦，那是诗，好。念词，停。哎呀，河水，三十秒，念程序。海，哎，刚刚都有答过，都有帮我，谁一题帮我都划算，划算，对我刚刚就要讲划算。放羊。哎，提问错。母。你毛。毛毛毛毛乌啊！我跟你说，有一个戴墨镜唱那个，那个外国人戴墨镜，外国人谁？那个男生谁呀？猫王，一唱直接都没了。机会很没机会不错。对啊，因为我在下课，我跟我吴尊你很剪彩吗？会锁，你说你今天机会很多。是吗？你今天从头到尾都钝到现在。你刚刚那个会所，会所啊，对对对，会所，会所，我也没有想到。你很常去啊。对对对。啊。哦。刚刚也是。猫对对，我下去休息五分。啊。五分啊！谢谢凯哥。五分，五分。来下一组，现在我们看哦，那个排名，本来呢我是第一的，我现在被挤到第三。你还没比呀？我们两组都各答哎，凯西。我们讲好，我们就各打三分就好了。不要，就再来一代。我们要奖品，我们要温热眼罩。是，你要温热眼罩啊，必须的。很喜欢。我拿麦给你。好了，准备啊。好。我们是慈善团体，一分钟。屁孩。一秒。来。不见。哇。日。那个，你家里也要搬新家，要有一个入厝。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强。入错吧。对啊，入错。不要讲错，不就错不就不对啦。可以了。好，继续。入厝哎。入厝。这什么啊？天。好简单哦，好简单哦，体素可以吧？体素可以吧？体素，我们叫体素。身体的素啊。你再讲，你再讲啊。体素，这是什么？他说体他什么啊？体素啊啊啊！这是我不知道哎。放一个。那不是是选择啊？哦，我说普斯不对，普斯没选择，普斯可以啊。对啊，普斯是这个啊。普斯，我要象征另外一个那个土，没有，是普斯啊，是有两个。我只想成那个普斯好大，那普斯什么？没关系啦，好，四分，好，四分了，不要惩罚就好了。哎，跟我一样哎，但不用担心。那可是我们不会惩罚，不会的。你们入错，入错啊！他讲入错第一名了吧？他讲入错，入错，他是讲入错，一样的啦，不一样，不一样，没有那个醋字，入错。五十要给我们吧？你刚好帮大家都帮一个，好，五十给。好了，好不好？让公平，一样，五十，碰一个帮一个，谢谢，感恩，来，以和为贵。哎呦。
现在我们的排名现在很重要了。对，你们要拿第一名的机会应该不到。没关系，我放弃了。你们还有机会，没有机会，而且我们还是有机会输哦，因为我上次就是这个单元被马哥。闭嘴！惩罚是不太可能的，不太可能。哎，准备哦，一定会。我们是慈善团体，一分钟。西科笑，香烤蟹。对，就这样到最后，就这样到最后。先烤，先烤，先烤有。先烤，烤那个先烤。西吗？奇妙，奇妙。先烤，先烤。合一，合一。合一。不能就可以。我喜，我觉得这个房子大小怎么样？合一。哎，对。这是我想遗物，遗物哦。斯特，斯特，斯特。打麻将你摸到什么？摸到什么？万桶。摸到什么？万桶。四桶。四条。我说三条。四条。还可以聊天呢。你的，我的，你的。啊，好快哦。有。斯特，斯特。哇。四条。有两组，范瑞君、马利欧、张文琪、黄靖伦这一组已经可以宣布当选了。谢谢，宣布当选，谢谢大家。你可以在竞选总部放鞭炮了。对对，谢谢。哎，我跟你讲，谢谢。我只能说这一组当选了的阿诺，真的是赢在那个猜拳，怎么样？真的真的，而且你又选对人，而且他就是，那他又没有跟我说不要，八队大哥，你知道吗？八队大哥，八队大哥，八队大哥，16人。哎，我你现在离我现在49分了，你现在只差3分，第一名52，我拿4分就赢了，拿4分，但奖品准备带回去了。25秒，我怕你。他们有没有可能卡到只打3题呢？我可以帮忙。我3题他们也平手。我可以想办法让他输啊。你要赢啊，要卖给徐凯西啊，我们曾经有卖给徐凯西，要打折，对啊，还搬新家要有，对不对？又有新家，搬新家了，对，买那么多房子，没有，当然了，哦，孝顺，买给爸爸，一传到分，最后一分钟准备，慈善团体 ready， 他的，可以吗？毛玉么么鱼么鱼毛么米米绵圆，哎呦我的妈！废物，大物。哎，有我们做事情不去做，然后跑去休息叫什么？哪个在跑去休息啊？对。所以呢？要讲到跑去干嘛？忙。第一个，我们玩那个眼睛黑的时候，我们手要怎么样？忙，摸鱼。快点，倒数30秒。刚刚有哎，月喜，月喜什么？月喜每个月月喜啊，月喜月喜啊。饶他一命，爷了。武王。哇，厉害！可以。那个买的东西很贵的，相反叫什么？很贵的东西叫相反，便宜。哎，打人他！赢了，好烂哦！叫一个快点，你真的过了吗？没有一个地方而已。下面真的很好，在它前面有点谜语啊。水蛭，水蛭啊，寄生虫，吸血，和生量，寄生上流，对，寄生上。你没有一题是马上答出来的。我们先，还骂大哥，快点。对啊，你好棒啊！好了，因为你刚独立申请宣布当选了，对吧？不要，我们的整个名字整个排完出来了，现在看得很清楚，各位。哇！第一名刚的哪个纳诺拿到了6分啊？加总之后，我们来统计积分，看今天到底谁受惩罚。来，就位。好了，
我们准备颁奖了，颁奖了，分数看一下很清楚啊。今天呢，第一名实至名归啊，有一个硬汉啊，老铁炮带了一个吃软饭的，老铁，老铁，老铁，一个老铁带着吃软饭的，然后这个组合真的是天造地设啊，对啊，恭喜得到第一名，来可以得到什么奖品来报？这个是点阵穴位按摩眼罩，跟我们的气压温感手部按摩机，哎，非常好，来领奖，好耶，好意思，你好意思，我奖你，最后一名要颁奖。刚刚在这边排这个队伍的时候，他一直旁边闷闷说，哎，那个是不是演一套啊？对啊。这怎么分呢、啊？你今天拿到的是左手，这个我拿去卖给凯西了。好，现在最后两组呢，也就是黄靖伦、张文琪、范瑞金、马利欧，哇，进行惩罚，惩罚内容不一样。我们远一点。第八名先来，第八名什么？你选。好，马利欧、范瑞金先选，剩下的给他。来，好可怜，我从头到尾都没得选。从头到尾让你选，我最后终于选的那个，开始选。这什么惩罚？我都不敢看。好，先开一个，马里奥先来。安全之吻，跟谁？好哦，跟谁？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跟队友。另外的话应该是跟队友，这边是 partner 吧？跟队友，应该就是 partner 啊。你怎么可能？你还要挑啊？怎么可能会是跟他呢？关他什么事啊？交换交换，你真的以为我们是干部啊？他就拿跟谁？啊，跟谁跟谁？我也要输啊！那我也要输。还有这种事？怎么讲出来？什么惩罚？王建伦，你的惩罚是什么？来电，来电，安全之吻，来来来来，那个安全之吻现在跟制作人啦，天哪，这多害羞啊！那这样如果没有吧，我擅长惩罚了，哪是惩罚？这哪能是惩罚？反正我们不会接触，大哥不要这么主动，又来，有点太激烈。你们俩没有对过戏了吧？没有演过戏，那个雾气已经瑞军姐，好不好？来，那个五分钟，你是动物园的。不要怕，我们不会接触，不会接触到，不会接触的，表情好一点，像拍戏一样。方言不错，要多久？罚他一个人，五秒，来预备，上。Oh my god！ 我跟瑞君姐只有戏剧上的合作，从来没有这样子。你刚刚会不会太享受了？我没有看过瑞君这样，他表情都没有变化。入戏呀，你怎么了？如果你是要这样的话，我刚刚前面应该加句说，妈，我来晚了。瑞君姐，为什么是妈？今天是我挑的，我要对他负责。谢谢瑞君姐，谢谢。黄金轮，哦，最讨厌的。报告，你要这两只电瓶，一只有电，一只没电。来来来，都有电。没有，都有。一只有电，一只没电。哦，真的。50-50，一只没有电。张文琪加油！来，我数到三要按喽。要换吗？哇 ，Oh my god！ 你那个键盘会打电。一起来，一起。我们没有电，然后就一直按着。来哦，牵手。有电的。我要来准备，什么意思？一起按，一起按喽。过年特技，他骗你说只有一只洗两，我知道，我知道，哪个没事？我要看，我知道，我知道，导播带位置，我知道，我知道，没事，我会让他很清楚带到。你别再逼他了，这个要先灯火被闪一闪。哎，你这220，天哪，这220，怕哪个？怕啦，来准备，快一点，准备。快点！5、4、3、2、1！还没！没电了，他也没电。哦，安静，安静，安静。没事了，不是说好一起按的吗？对，就他没按啊，真的没电，真的没电。哇，电红旗卡。
老跟你换一次啊。没。哦，还好，还好，让我知道真正衰的人不是我。哦。你是有实力的，不好意思，今天一百人。抱歉了。没关系啊。哇。这个真的很可怕。哦。吓死。老婆要拍得很清楚。我知道，我知道。还是我去拿胶带。大家不按没有用。哦啊，好疼啊！干嘛啦？开始叫啦！不是，那会下不去，你知道吗？你不要。一二三。哦，没哎，没有哎。你看我有啊。哎，真的。换一次，换一次，你电。换一次啊！有啊，我有按啊，两次都没电，对不对？有。你可以假装有电嘛，对不对？对。你假装有电就好了嘛，你怎么诚实干什么？你笨蛋吗？你点一下不就好了吗？每个人都是他的，等着按下去。你的是，你不是喜欢，你不是喜欢，我是喜欢。到底没有，没电呢？到底真的没电呢？哎，那节目就做效果了，好了，没事的，刚才吓到就好了。真的吓了，谢谢大家。好了，合家欢。再次恭喜啊，我们今天的冠军哈，可以获得很好的奖品。那当然，今天我们有团体合作的，还有关键字的这个特别新的玩法，是吧？好，谢谢大家收看，谢谢。好，不要忘了每个礼拜六晚上10点整准时收看我们的《天才冲冲冲》。